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f(x) 哈，它是一个指数函数了。那 f(a) 等于三 ，f(b) 等于五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哈，事实上就是等于，二的 a 加 b 嘛，那就等于二的 a 次方乘以二的 b 次方。那二的 a 次方哈，就是 f(a) 啊，啊，因为是 f(a) 哈，你带 a 的话是二分之 a。二的 a， 二的 a 次方嘛，二的 a 次方就是三，所以这是三的。那 fb 你要带 b 的话，二的 b 次方嘛，二的 b 次方等于，所以是三五十五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二的哈，二 a 嘛哈，啊减掉 b， 所以这个等于是二的 a 次方的平方嘛，啊乘以多少呢？二的 b 次方之一啊，好，那二的 a 次方哈是等于这个了，这个是二的 a 次方，这个是二的 b 次方，哦，那这平方是三的平方，啊乘以多少？二的 b 次方是五嘛，五分之一，所以这个是五分之三三得九。